在这边我要邀请一下我们第二场的1到13个表演节目的同学，我们先到外面集合一下。然后呢，第一场的演出同学跟家长们，请你们等一下我们的表演结束的时候，先不要急着离开。你们看到我们的外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台湾的那个墙，那个叫海报墙吗？我们要在那边一起拍个大合照留念一下，就请大家不要急着离开 ，OK？ 好，下一个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的 Shell 来为我们表演，也是给他鼓励一下，这也是他的第一次表演。